好，对。用不了九点，八点钟啊，这一共八点，少点一都不啊，对，好，来五斤吧，你看来五斤多少一份，稍等会儿，小肉来坐下，大哥，这个软的，来这个，这边瘦，来这一下，这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一下，那行，这多少钱呢？十二，这肉好不？好，这菜都涨价了。八十，我真的哎，前面都抽给你拿了，微信收款八十元。嫂子，你就在我这大爷这一看好，我给你买。走了，哎，山上六十五斤，啊，高总你好，啊，瘦一点，稍微瘦一点，嫂子是不是？哎呀，这肉正好，嫂子你看看这肉。铁板，少点，七十。翻过来瞅一眼，看瘦不瘦。是肉，掉肥都没有。看着吧，姐。要炖，不是不要那么多，要炖炖菜。炖吃正常。都是管儿，气管儿。这叫气管儿，哪的用？血管儿。血管儿，说来，哎妈呀！来几斤？好一点的，我这是刚。那肉都多好炖吃啊，大姐。那块儿啊，他炖吃吃不了这肉，他得炖这前朝瘦的，他得有点肥，那给我来点吧，你腰都打来多些，来两斤就行，是来两斤不？乱七八糟，上面朝底下炖。哎呀，这肉哪有乱七八糟的，大姐？把皮帮我剔一下行吗？哪炖肉吃去皮呀、啊，大姐？你带着皮啊？三十五。不是我，你看哪炖肉吃去皮？不是我那个皮，我不是我。三十五。切不下来。微信收款三十五元。八点半，大家都嫌疼。我剁了。这还有一个，到家，到家少了这一个棒子，我满意不？好，七十。记那多少钱不？多少钱了哥？啊，这也这也七十啊。我都不一样。这七十二，中正七十啊。你不是要七十的吗？对对对，我逗我大姐呢。这能来一半吗？来个能。要哪一半？要这一半。是这个意思不？一百四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一百四十元。是这个意思不？真会买肉。六十五块，这都小会的，大哥。你给我就行。大少，这都咱传授的经验，要搁美容他不敢认输。他说我要那条行不？得认问。哎，就问你。知道不，大少？这回哎，达的标。这回肉得真卖了，妹子。得了。也好。哎，这多少钱呢？全熟，也上脑。我要这份。行，这俩是一个部位肉。六十五，行，拿吧。过去了。哎，那打完了。啊、够不试试？够，好，给装上，都让他满意，装上吧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哎呀，都会打，都会买呀我。你得跟年轻人学，这叫会买。多少给四十吧，四十一块。要五花肉？微信收款。要多少？四十一。来一半肉，这点还不都拿着？应该都拿着，你看这肉多好，是不是？没了骨头。十二，瘦肉还要不？瘦肉还辣椒瘦一把瘦啊？啊啊！不要了，四十，多中了多一块不要了，省。这回四十吧，哎呦我省，都五十找刀子了，我这剁一把肉了。
看一下。吃了不用夸，全国一流，事实。这条烧中国啊，行，事实。你这个具体有人搅了用吗？都搅半天了，还没搅。给我搅了一下，再来点什么？四十。再来点啥呢？有肥的了啊！你要肥的？那你搅这个多好啊！这个太瘦，太瘦了。我搞酸菜，就去搅那些。你说这搞搞酸菜馅的？嗯。十五了，到了吧？猪肉多少钱呢？猪肉十二。啊？猪肉十二。在这儿多，要这头。别大姐，就搅这块儿，就搅那些了。好嘞，是十手，都搅了。哎，你这一块那个肥的能剃点吗？剃完了，姐，你看没啥肥的了。姐，你看，是不算肥吧？够不？这种多。推多。推多老爱，要不就都中。我要那边的，行吗？一半。啊，行。其实，姐，咱说心里话，这干肉也好，你都要都不肥，吃肉你都记着，吃猪肉吃点肥就好吃，肥六十。这俩多不？多呗，多多点吧，多好。这咋说的？来这一块，来这一块，中吗？中，您说了算。凑五十块钱的不？不用凑，来一卡子。那得给我试试。是烧烤吗？走，啥时候烤吃的？走，加点盐呢，就够不这个？不搁盐，就一个点水。来一半啊！搁半就完事儿。那啥，我给你打个肥，都拿着，行吗？给你打个标，都拿着，中吗？啊，十二，行吗？啊，也就一百块钱肉，给一百。哎，王菜啊，七十五六十。哥，你切开了。来六十六十啊！这些的不要啊，就这些肉不好啊，标上面打下去的。给你装上，就这些的。水饺一百，都一百二是吧？一百二。啊？给我这杆吧。来来来，是扔一了吗？啊。今天打油好。二十姐。这个五块钱。一点下筷都没了，整天大把油划一点。这是个老板的，得老板开话呀。这屋哪也说真的，不干没人干那事。收你说这个，微信收款20元。只不过这话一说呀，咱讲出大黄劲儿，绝对出油。对吧？来六十六十的，别得别得，别洗不了。二十五，划一斤的就。哎，收这么着，中不？这地方肥去了。还你，收你这么钱。你给这嘎瘦的炒菜，剩下这个炖吃，对吧？这样的，这嘎我也拿着吧。这嘎五花肉，行。好，你给这给我舀去。哎呀，排骨一根都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就给排骨块。一百二给扔一嘎子。哎，吃不着了。就是这点肉，忙着吧，熬着烧，用啥过来烧？哎，哎。没有了吗？牛逼啊！来六十六十，转一圈啊！这会儿啊，这会儿怎么卖的？这会儿瞬间就吃了。没有，要这嘎够不？少不？你我要想要五花，没有了就没有。收凑先凑一，明天我再来。那个前朝，这啥地方？这是黄油条。这前朝多少钱呢？前朝十二。黄油条啥意思？就是你想怎吃吧。好像是。这叫后厨。你脚下不？往后用，就是，看着吗？就是这个。当下来的。后屁股，后屁股中间，它不叫后屁股尖，就这块肉，这黄瓜条。来这些吧。啊，十三块钱的中国烧。啊，要多少？你要都要，我给你打点标得了。站着，看着的。行不？你贴着一半还可细。肉怎么卖的？肉十二。肉十二。这行不？这啥肉啊？这小前朝，一百块钱，一百五十块钱的快吃没了，是吧？你这红肉我买着了，啥肉？五花肉，你来推广，这点来。没花肉。那边有个事儿，你快先等他们去，一会儿人家来了。他的，他兜里不麻溜，就一点。哎，转过啊！我给你切开，你看，这大瘦肉疙瘩，你看这肉还。
这边这不你在那边这块好。这这块多好啊，这块都瘦疙瘩的，怎么没有肥的？哦，底下的不算肥呀。都有点肥，都有点膘呢。猪肉都有点膘。十斤重吗？这个哎，肉多好，没了。剩不多了。还有点呢，有那家。120，120吧。多少钱？你看现在要。给我腰一杆吧。完蛋了。给上高都拿着。你就不要那位，你就早点回老家。就是这个点儿，都妈的，我怎么认过呀？不要那些，我没地方放。没地方放，给50。变多买点了。来，全过了。来，恭喜了。回老家，回老家。多回，接着回呀。没了，今儿都妈的多。那搁这点拿去，我拿老家吃不一样。多少钱了？哎，120。来啥肉是？就这些了。差一个猪。差一个猪呗，差一头猪，这你都要了，我少赚点，还不耽误，再有，把这加走了，少少染一头猪，那可不，啥不耽误，就要这个，先炖着是吧？好，20。肉没了，你都成，这家伙咋的？这肉老好了。35块钱。不稀啊，60多，正好。来60。哎，那该加这那啥得了？啊，没有了，就这点肉了。65得了，看什么？26块多，行不收啊？啊。就拿这个上，今儿咱少点，少你今儿你凑合吃，明天再来。整个少，少换肉了。哎，精瘦又强啊！别大收，好了，不要钱，我大收来了还要钱？给点啊！拿，对，要不要还有？你不吃大收，我咱还捡。你看那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吃过。那个这回处理油啊。来，卖了了，今天。